BLACKPINK 近期暌违两年，以完整体推出新专辑回归后，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世界巡回演唱会，落力演出让粉丝们赞叹不已。不过有人指出，成员们在演唱会上频频失误，疑似因为行程太密集，所以没有足够的彩排时间，令不少人感到很失望。仍然部分粉丝感到最不满的是，演唱会的时长只有短短两小时，对比很多 K-pop 演唱会，平均时长都在两个半小时至三小时。考虑到 BLACKPINK 的演唱会门票售价其实并不便宜，这么短暂的演唱会实在让人听得不过瘾。对此，另一票粉丝则表示，组合的行程太多，演唱会场次也很密集，如果每一场都要唱跳长达三小时，加上彩排的时间，对全员们的身体会造成极大的负荷，因此认为只要全员们表现好的话，演唱会时间短一点也没关系呢。